这是，哇！哎，老板，这六碗是15块吗？对。哦，兄弟们，给大家测一下啊，六碗面啊。晚上8点了啊，在扶风县啊住下了啊，咱饿了，吃一碗面嘛。听说这里的一碗香面不错啊，一口香啊，找一找。兄弟们，这还是我发现还是川菜在这打得响啊，都是很多人在吃啊，各种各样的川菜，平价川菜、小四川菜、老四川菜啊。兄弟们，咱要一个一口香啊，15块钱啊。他这边的特色，一口香，老味道。上来了啊，哟，这是，哎，老板，你是这扶风县的吗？啊，扶风县的。哦，这六碗是15块吗？对。哦，兄弟们，给大家测一下啊，六碗面啊，这15元六碗，啊，怎么吃得完嘛，对吧？一碗碗吃吧，兄弟们，六碗啊，很烫的，很热的啊，上面很多油。还有肥肠，哦，肉丁啊，这个不是肥肠，我有肥肠的，哎，香啊，细面啊，就跟我们老家的挂面一样，馅还差不多。上面这肥肉丁什么的，应该是臊的吧，叫。没有葱花，没有香菜啊，油很多，很香。喝口汤，还有醋啊，里面。醋的话也是白醋啊，你是喝出来。扶风一口香，他们说是没有辣椒的啊。还有豆腐丝，这是豆腐干丝啊，还挺好的。还有肉丁瘦肉。肉丁不少啊，一碗没了，咱得先吃面了，不然等一下吃不下面了。有点烫，上面一层油，它保温啊，有点烫。这豆干还不少，豆丝，豆丝是非常好加的。虽然说是很多油，但是不腻啊，没有那种腻味的感觉啊，可以，真不错。第三碗啊，呵呵，行，今天一下吃6碗面，不喝酒了啊。今天晚上就是14啊，工程进度一半了啊，顺着来，再转一转，14碗啊，它会越来越多，为什么？因为面它会膨胀嘛，但是感觉6碗稍微多一点点，5碗饿了刚好。我啊，别人的话搞不好6碗还不够呢。趁着现在趁热，第5碗。
第五晚，我觉得第五晚刚好，第六晚能吃啊，会稍微撑一点，肯定是帮他吃一下吧。第六晚最后一晚了、啊，哎呀。不知道是不是这家是正宗的啊，第一次吃，在这住个两天再逛一逛啊。好了，结账买单。